哎，我卖个东西搁闲鱼，那人老让我留电话，我给不给他啊？他在干嘛？他是不是在套我的电话？你什么事儿？你我就没什么好说的，他为什么老让我留电话啊？是不是在套我的电话？要的吗？这啥玩意儿啊？啊，大腰带，改样了。老让我留电话，我不留电话，我不给他电话。面就行啊。这福星啊，来吧，福星啊！来吧，福星！迫不及待的想给你们整把福星。福星怎么玩儿啊？福星怎么玩儿？知不知道怎么玩儿？首先，如果要想玩福星，那么第一点，你出门要直接就购买什么呢？要直接就购买，不是购买呀，直接就拿魔抗斗篷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呢？这个，我前期这俩我就直接就无敌，然后三杠一没有福星直接退，没有就直接就退。这什么玩意儿呢？哎，哟西，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不给面子了吗？太给面子了啊！哎，哎，糊了。三个营口不用伤，无所谓，连麦连胜都可以，没关系。连麦连胜都行，都能玩。连败可能还更好呢。但是这个福星，我们得要六个福星啊！我们需要一个稀有的法球。没事没事，可以拜啊，可以拜可以拜。大棒子可以给老母狙。
把安妮儿往前面放。咦，底下为什么会有个圈儿啊？这肯定都打不过啊，这指定是都打不过，也不用挣扎了，指定打不过人家。你就掉血就行了。全撇了得了，一个不要。阿卡丽上一个。什么监狱都关不住我。阿卡丽，上装呗。这又有家鞋，挺烦人呐。没关系，都是弟弟。这装备改样了呀，拿一把大剑。哎，那卡特也行啊。算了，这么地儿吧。你那福星怎么玩啊？就是有什么质量高的就上什么。下回合没有福星天选直接退。人家的熊猫为啥那么大？因为人家连胜了。你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。来陪我玩玩。
要播种恐惧。来做个两段吧。这咋连个屁都没有呢？那福星呢？哎呀，太难了，退了。哎呀，万一有个老母居福星呢？你说是不是？你说是不是？没事，玩下去吧，玩着吧，玩着吧，没关系。万一有个老母居福星呢？下波，稍微再顶一轮。拉人口，拉人口没东西上咋整啊？这我要是上一个东西，这不损失钱了吗？这是不将错就错，直接拿30块钱直接给他递上就得了。我递一小下吧。也没东西要啊，这你是这要啥呀？这没东西要啊。给我来一头老母驹的天选，谢谢杠杠的飞机啊，感谢感谢。锁着甲呢？没有，没有的话来这个。
为啥没有福星啊？这种英雄有很多人拿吗？哎呀，我靠了，可真的是头痛啊，一针也没有啊。看来我们要连败抬走了。这你看看人家这安妮儿，你再瞅瞅俺们这场上这些玩意儿，我一星塔姆，一星大树，一星努努，一星安妮儿，一星真克斯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玩，全是一星的，死得很痛苦。福星不能塞，不是你这么玩的。我说了福星能塞了吗？我说了吗？我说了这句话了吗？我什么时候说的福星能塞？我什么时候说了？我说了吗？福星能塞，我要的是提质量，不是说塞。抬走了应该不太能，那不太能给我抬走，没事。我们现在只要赢一把，有一个人福星十二连败还是十五连败，直接五个妮蔻，啊，直接五个妮蔻，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啊？地出天选福星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现在我们得升级，我们得有钱儿。完了，我操，这他妈是个斗士，哎呀，气死我了。没法玩了，呵呵，不让人玩了呀，这给锁着甲，其他随便，我们得先递两手了啊。我会让他们知道坠落的感觉。我闻到的是恐惧吗？最好能给只狼啥的。能不能赢一轮？这轮打着蜘蛛，我十二连败。这蜘蛛杀了直接起飞，其实也不起飞，没有六福星，三个福星嘛不一定能行啊。这，看看吧。不是吧？啊？不是吧？我操！不会吧？啊？这么牛逼的吗？哇！这也太猛了！哎呦我操！我这十二连败，给我六个切腿手套。哎呀，我用装备来干掉他们。哎呀我的天哪，福星原来是这么玩的，学到了吧？啊，还不快去玩？
可以啊，又赢一轮。哎，嗯，给了1块钱，这个豆子不要了，这豆子不要，我们等狼人啊。哎呀，操，太猛了这。这卡特火炮，我刚才录像了。不是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？这是 bug 还是怎么回事了？是 bug 吗？我12连败，直接夸给我6个窃贼手套。5个6个，反正是很多呀。这还是一点垃圾。升级没关系，不怕啊，不怕不怕，问题不大。哎，拿个蓝水滴，这还输了。输了确实没有啥好大 C 呀，你说这瑞文也没啥装备是不是？其实福星最好的 C 还是狼人。我们先升级啊，先别急，还是先升级。升到8，完事我们第一圈。金克斯可是其实可以一会儿上了啊，一会儿给上个金克斯。每天带节奏的就是你们这些1级的、2级的、3级的、4级的用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能不能别给1级的用户抹黑了，行不行？能不能别给人家抹黑了？能不能行？每天都你们，讨厌死！哎呦我操！还好我这13滴血可以接受，我装备多不怕。我们赶紧拉8啊，还是没有福星啊，这玩意儿这都5费的都给他拿着啊。我这3斗士不太行啊，3斗士不是很给劲儿啊。我把这下了，上个鸡，咱就拿这种费高的，知道吧？这是高费的英雄，赶紧给他上装备。我应该死不了，没事儿。哇，这卡特装备有点好啊！这轮应该又赢了啊！2连败，这把运气还不好呢。我跟你们说，这把要运气好的话，我这福星多一点，这把直接起飞了。这阵容强度也不太行。哎，给了个 Nico， 舒服了。5个还不好，那我都快死了，我人不行，打不过他们呀。我5个窃贼手套，我人行还行。
刚宗今天好像很弱。移形避形之势。时机到了。狼人呢？我这装备都没人上啊，这怎么给他们上啊？这都就可这五费上，知道吧？就可这五费英雄往上冲。五费的四费的都往上干，装备多的不知道给谁，确实装备有点太多了，不知道给谁了，这给我整的有点不知道给谁了。来个瞎子，呀，哎呀，我有福袋儿，这龙刀谁没装备呀？这现在还有，给我杀，漂亮，我让你们知道复兴的厉害，小老弟儿们。我骂你，快点的！妮蔻凯隐呢？应该用不上，我估计下边给九块，我们先递他一手。我决定来个三星的狼人。我现在这狼人已经无敌了，基本上不可能有对手呀。三星小法师可能有之一战呢。哦，完了，给我抬走了这三星小法师，我操了！哎呀，上点装备好了。哎呀，生气！哎呀，还是血太少了，还是血有点太少了，你知道吧？血太少了，想摊一手三星狼人没摊住，这小子他妈小法师删了。怎么删的这么快呀？怎么删的？除了这家小法师，就没有能打得过我的人儿。我真不是吹牛逼，就是差了点运气，还是差了点运气。这把血掉的太多了，等我下把血掉的不多的，再来一把。